请掀开经本，日天子寄送第一首，二是日天子臣服威烈虎冠一切日天子众，二舍颂也。这个舍颂仪，我们念了很多很多遍。在佛法当中，凡事多次重复都是非常重要的句子，千万不能够轻易看过。我们学佛学得很辛苦，学得很困难，不但境界不能去这个欺辱，对于经教的义理也很难体会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我们自己卧习气太重，障碍我们智慧，障碍我们气数。所以世尊用这些方法啊，多次不断重复，加深我们的记忆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真正回头反省，改过自新。实际上《华严经》上所说的这些大众都是诸佛如来的化身，决定不是凡夫啊！就像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份得度，就实现什么身份啊！应以日天子得度者，即现日天子而为说法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日天子一般俗称为太阳神，诸佛如来化身啊！你看他表现给我们看的，成佛为力，这一句就是教导我们孝亲尊师啊，做出来给我们看啊。他有没有能力说法？有能力，有能力讲经，但是自己非常谦虚啊，做给我们看，绝不以为自己有能力啊，而给我们说他的能力是成佛威力加持，不是自己。这一点我们要学啊。我们今天犯的过失，自以为是，绝不肯让别人啊，从别人那个地方得来的还要否定别人，认为是自己，这种人怎么会开悟啊？为什么不开悟？心地不真诚，不老实啊。换一句话说，这就叫自欺欺人，
自欺欺人的人怎么会开悟？怎么会证果？我们在此地要学，几乎每一段当中我都特别提醒大家。为什么呢？我看大家没有回过头来。所以要特别提醒。下面这个一句，普观一切日天之众，这是尊敬大众啊。尊敬老师也不敢轻看了同学。这里面的含义，对一切众生之类，都要用一个真诚恭敬心来看待。这个样子才降服我们自己无始劫以来的共高我慢的烦恼。共高我慢不能够小看。你看看孔老夫子在《论语》里面所说的，他是做了个比喻，假使这个人德行学问像周公一样，周公啊是孔老夫子最佩服的人，最敬仰的人。假如有个人像周公之才之美，那么这个人呢，他还有精力，还有傲慢，夫子后面就做结论了，其余不做关系了，那就不要再谈了，那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学问能力是一回事情，德行更重要啊。一个人没有德行，那个学问能力不足以观也。夫子教学，把德行摆在第一位，言语摆在第二位。言语是祸福之门。现在的教育，德行不教，言语不教。所教的是技术。这些方面的知识，如果没有德行，技术能力越高明，对社会带来的祸害越严重。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。所以要想科学技术能够造福社会，必须要提高德行的修养，要特别加强德行的教育。今天德行教育，我们只有两难这个世间是宗教家了，唯有用宗教教育来填补德行的教育，是一个可行的方法。我相信能够收到良好的效果。这是我们学佛同学要特别注意到，时时刻刻检点自己的德行。
我们有没有这个果实？如果不能改过自新，就是佛菩萨的罪人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破坏佛菩萨的形象，就是这一个罪，这一条罪足够堕阿鼻地狱，不能小看啊！穿上这个出家人的衣服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啊，如果说是破坏佛法形象，就叫做破活活身。而我没有设僧堂佛，但是我的行为叫别人批评。人家说你这个出家人不像个出家人，这就是破活活身。这一条罪就是阿鼻地狱的罪。现在讲戒律的人少了，大家不讲了。为什么呢？怕得罪人。说实在话呢，自己也做了很多过失，讲了也都不好意思。我不说，不说还是有罪，还是要堕落。不能说不说就没有罪，就不堕落了，没这回事情。所以我们要警觉，经典里头字字句句我们都要认真，不能轻易放过。我们看第一首颂：如来广大智慧光，普照十方诸国土，一切众生咸见佛，种种调伏多方便。这是日天子代表这一个族类，这一段经文总共有11位日天子，每一位是代表一个族群。这第一位日天子是代表一个族类，族类里头再分族群，每一个族群里面的人数都是无量不变的，这是华严境界。和无量无边的族群族类为一个清净法身，这是华严教学的核心，也是修行正道究竟圆满即果。我们对这些原理原则要不能体会，菩提道中要说没有障碍，这是决定做不到的，一定要掌握的大前提总方向。寄送一开端讲如来广大智慧光，他不是说祝福。大乘经教上这些名词术语含义很深，说佛多半从相上讲，说如来是从性上讲。相千差万别，性是一个，所以说如来我们自己就有份。为什么呢？性众生跟佛是相同，
这是经教里头常说，一切有情众生皆有佛性，一切无情众生，我们跟你讲植物矿自然现象乃至虚空，它有法性，法性跟佛性是一个性，不是两个性说佛性说法性只是区别跟有情无情的区别，其实一个性，一个性，一个心，一个智慧。这个境界高啊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自己啊。经上讲的清净法身，这是如来啊。华严经上这一尊佛称作毗卢遮那佛，毗卢遮那佛是谁呢？是我们的法身，毗卢遮那佛就是我们自己，不是别人的。毗卢遮那是梵语，翻译的意思，遍一切处，后面一个佛，佛是觉，觉性遍一切处，觉性就是佛性，觉性就是我们的自信，我们的自信遍虚空法界，称它做毗卢遮那佛。毗卢遮那佛是自己，不是别人的。尽虚空遍法界是一个自己的，我们不认识迷了。我说这个话，听不懂的人很多啊，这不能不从比喻上说啊，所以佛要从比喻帮助人体会，帮助人觉悟啊。我们把毗卢遮那佛比喻作我们这个肉身，那我们现在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身体上那个细胞啊，身体上这个细胞迷失了，不知道整个身是自己，以为那个细胞是自己，所以这个细胞跟那个细胞要打架，这个细胞跟那个细胞不合，不合怎么不合，身就生病了，就不健康了。毗卢遮那生病了，毗卢遮那不健康了不过还好是局部的局部麻木不仁，还不是整个身整个全身的，所以那个觉悟的一部分帮助这一部分麻木不仁，使它再恢复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我们迷惑颠倒起心动念妄想分别执着是一个什么？是一个麻木不仁的坏细胞但是现在坏细胞可以用手术把它割除啊，毗卢遮那不能割除啊，只能把它恢复正常，不可以把它割除。它是一个完美的整体，
这种麻木不仁不过是不觉而已。只要他一觉一恢复，立刻就正常了。我们一觉悟，哦，就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好心法。所以学佛，特别是修学大乘，一定要体悟，要体会，要觉悟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之自性。佛经上讲啊，一身法身啊，一心真心，一智慧，自信本具般若智慧。你能够完全证得，你就成佛了。这我们一般讲，你成佛了。如何能证得呢？放下一切妄想分别执着，就证得。所以我们今天遭遇最大的困难，妄想分别执着放不下了，起心动念为自己，自私自利，自私自利害得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堕落在六道三途。六道三途没有啊，假的，跟做梦一样。六道三途从哪呢？妄想分别执着变现出来的，力了妄想分别执着，决定没有六道三途。不但六道三途没有，十法界也没有。法界就是一真的。我们迷失了自信，这些人如来广大智慧光来帮助我们，如来广大智慧光就是自信广大的智慧光。大乘经教里告诉我们，生佛不二，生是众生的，佛是诸佛。这从相上说，众生跟诸佛是一，不是二。佛清楚，佛明白，所以佛的慈悲遍虚空法界，佛的真诚遍虚空法界，众生迷惑，众生的心量非常之小，只有自私自利。换一句话，众生没有慈悲，也没有真诚，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真诚，自己欺骗自己。六道众生通通都是这样的，自己欺骗自己，也能不欺骗别人吗？为什么说自己欺骗自己呢？什么是自己？他不知道，他以为这个肉身是自己的，这不晓得错到哪里去了。世间也有一等聪明人，知道身不是自己。他知道这个身体是个肉体，这个东西不是自己。他要去找一个自己。你为什么是自己？能够思维，能够想象的，这个大概是自己。西方哲学家所说的，我思故我在呀，这能为能够思维想象的是自己，这个比把肉身当作自己高明一层了，可是还是错的。我思不打妄想啊，
他把打妄想的这个东西当作自己，错了。真正自己决定没有妄想，只有智慧没有妄想。所以他们把烦恼、把妄想当作自己，依旧是错。只有佛化身菩萨才真正知道自己，真正把自己找回来了。佛法里面不但是禅宗，教下也不例外啊。所说的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那是什么？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心，就是自信啊，就是毗卢遮那，是我们自己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。把自己毗卢遮那找回来了，自己就证得究竟圆满的佛果。佛法的教学达到究竟圆满。所以字字句句都是讲到我们自信，讲到我们的性格。普照十方诸国土啊，十方没有止境，没有边际。说十方一定包含三十，因为这个地方用的是偈颂，偈颂一句它第七个字，所以说三世必定包括十方，说十方一定包括三世，过去现在未来。普照，普照是平等的照，平等的利益，决定没有偏爱啊，这是真心，真心是清净，决定没有染污，真心是平等，决定没有一丝毫的偏斜啊。我们有没有得到一切诸佛菩萨的慈悲照顾呢？很多人说，我没有啊，我生活的这么苦啊，没有人可怜我，没有人照顾我。其实，诸佛菩萨普遍都在照顾你，都在爱护你。你为什么没有觉察到你不肯接受啊？你要排斥，你要抗拒，那有什么法子啊？像日光一样，太阳普照大地啊，你出门偏偏打一把伞不让它照，这有什么法子？这不能怪太阳啊。迷惑颠倒的众生呢，就干这种傻事。诸佛如来无量无边，化身大士无量无边，他们的真诚心、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智慧心、慈悲心，普照一切众生啊！我接受了，所以我很快乐啊！
你不肯接受，你生活的苦恼啊。你为什么不肯接受？接受也有接受多寡不同。业障深重的人接受的少，业障轻的人接受的就多。所以菩萨有51个阶级，接受如来广大智慧光啊，前身光下就不相同。只要你能接受，你就是原教初信位的菩萨，你真肯接受啊？真肯接受，再告诉你，你虽然现在还在六道，你决定不堕三恶道。六道里头，三恶道不去了。为什么？你开智慧了，你能断一切恶，能修一切善，你怎么会堕落恶道呢？如果你再向上提升，你接受的更多，就到底超出了。就到四圣法界了，再有心量，有这个心愿，我还要多接受一点，十法界也超越了。所以一定要明了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对一切众生真诚慈悲啊，种种照顾帮助无微不至啊。关键就在我们愿不愿意接受啊。为什么好像哎呀菩萨特别喜欢他了，特别照顾他了，都没有照顾我了？不是，佛菩萨心平等，他愿意接受。为什么没照顾？我不愿意接受。愿意接受，不愿意接受，从哪里区别呢？不愿意接受的人，处处要自己做主，自己当家，我不听你的，要不愿意接受啊。愿意接受的人，放弃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顺从佛的教诲，这就愿意接受。佛教我做，我就认真努力做。佛教我用真心对人，我就用真心对人。佛教我用爱心对人，我就用爱心对人。这就是接受啊！啊，还要自己烦恼、妄想、分别、执着当家，那你是完全不接受啊！佛教我们断贪嗔痴，我们就远离贪嗔痴，那我们就接受，就接受佛的戒定慧啊，戒光周边法界。
定光周边法界，慧光周边法界。你要一不肯接受啊，哈呀，你得贪心周边法界，你得嗔恚周边法界，你得愚痴周边法界，那有什么法子？我们学佛天天读经，天天在这里研究讨论，有没有认真去想过这些问题？佛在经典教训里有没有认真去想过啊？不是说念过就算了，讲过就算了，这个不行啊，不管用，要很认真很细心的去思维，去参究啊。然后得到这个结论，将这个结论落实在生活当中。佛在经论千言万语劝导我勤修戒定慧，熄灭贪嗔痴。我们都会讲，耳边风而已。什么叫戒定慧？没法清楚，含糊笼统啊。说到戒，就想到五戒。十戒、比丘戒、菩萨戒，你都钻牛角尖，走的是死路啊！什么叫戒？戒是如理如法。我们世界人合情合理合法，那叫戒。你所做的不合情、不合理、不合法，你就犯戒了。无戒十戒是举个例子啊，不杀生这是如理如法，不偷盗这是如理如法，举个例子给你，你死在这个例子里，你怎么能贯通、融会贯通啊？你才能得实用啊。摆个桌椅板凳也要摆得合理合法，如理如法，让人家一看到就生欢喜心啊。桌椅板凳摆得很凌乱，摆得不整齐，人家一看心里就厌恶。最浅显这个例子，排列整齐，干干净净、清清爽爽，哪个人不欢喜？现在人叫磁场，磁场就是排列的，顺序排列的很好，这个磁场强，非常凌乱，这个磁场就弱。我们中国人讲说感觉整齐清洁，我们感觉很好，非常凌乱，我们感觉很不舒服。这是讲的持戒，戒学意思深广无尽，也是遍虚空法界。我们连这个字的意思根本就不懂，就不了解，我们怎么能做到？
怎么能够做得到？什么叫定学呢？定学是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我们在顺境里面起贪爱，逆境里面起嗔恚，不清净了，清净心失掉了。心地被污染了，高下心，自以为是，总觉得别人不如我，你的心不平了。佛在经上常讲啊，世间灾难从哪里来的？人心所感。正是所谓一切法从心想生，自然灾害也是从心想生。地球，诸位知道，外表充满了许许多多的水源，整个地球的面积，陆地占多少？海洋占多少？陆地的面积还不到地球四分之一，海洋占四分之三。水从哪里来的？贪心变现。在楞严经上讲的，地球的核心地心是火，温度到摄氏七八千度，地心，所以常常有火山爆发。火从哪里？嗔恚呀。大气流动，风灾，风是愚痴，地球居住这个环境是贪嗔痴变现出来的这个境界。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？它这个地是琉璃地，琉璃就是我们所讲的翡翠，绿色的玉。透明的，从地面看到地心，透明的，清凉的。那个世界上什么灾难也没有。什么原因？清净心变成。所以才晓得十方世界不一样啊。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居住在那个世界众生的修养不相同。诸佛菩萨化身大士的报土，一真法界，一真法界是戒定慧变现出来。我们这个世界是贪嗔痴变现出来，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贪嗔痴，在这个世间遭不遭难呢？不遭难。前几天这个台湾世华的老板到新加坡来看我，告诉我一桩事情。他说两年前他们那个地方有个火灾，
啊，这个附近的房子通通都烧掉了，他们仓库放的经书，啊，经书那个仓库没有烧，非常奇怪，不可思议，四面都烧掉了，只有他这个仓库没烧。这仓库里是印这个佛经，许许多多修行人的感应，不可思议啊！所以诸佛菩萨慈悲到极处啊，我们有一点点的善心啊，真正有了丝毫意思想回头，诸佛菩萨都全心全力帮助我们，消除我们的灾难。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念佛的人，贪心断，水不会漂。啊，你掉在水里头也不会淹死。啊，你嗔恨心断了，慈悲心现起，大火也烧不了。啊，你觉悟了，不再愚痴了。风也吹不动。我们今天要想免除这个自然的三种大灾难，佛教给我们的方法，断贪嗔痴，修觉正净，自然灾害都能够免，人为的灾害那就更不必说了。我们以真诚清净心对人，人家也会以诚心回应。我们用虚伪的心怀疑的态度对人，人家当然以虚伪怀疑对我，必定的道理嘛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就是一味真诚。我们将释迦四十九年教诲总结20个字，大家很容易记住啊。啊，这个20个字就是广如来广大智慧光啊。普照十方诸国土啊！我们要落实，要真干啊！啊，不管对什么人，我们只是一片真诚。啊，他对我怀疑也好，误会也好，侮辱也好，陷害也好。我只是一个真诚心对他，我心目当中看他，他是佛，他是菩萨。啊，他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？他一时迷惑我，啊，或者是说，我过去生中啊迷惑颠倒的时候，曾经用这个态度对他。夜因果报，如是如是啊！啊，我们非常欢喜，一笑了之啊！啊，过后自自然然，他也就回头了，回心转意了。啊，我们要教化众生。要给众生做好榜样嘛，要给众生做模范嘛。常存此心，这个心就是充满虚空周边法界，
我们跟诸佛广大智慧光就融合成一起了。像这个房间许多灯光一样，光光互照啊，你是这个多自在，这个多美满啊！这是真正的幸福啊！清净心丝毫不染着啊，一切受用。受用里面决定不起副作用，我们看到华藏世界的受用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受用，我们这个世界，别说人间富贵不能比呀！今天世间。哪一个世间人的富贵人家能够用黄金铺路呢？还没听说过。哪一个富贵人家建造的这个房子是七宝做成的？跟西方极乐世界不能比呀！所以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我们今天看享极了荣华富贵呀！他那个荣华富贵不是金银得来的，是自信里的本具，所以他没有贪心。佛菩萨慈悲，也能够舍弃他的享受，到六道里头度众生，示现种种苦行，是为度众生示现种种苦行，他有没有苦受？没有，他心地永远是清凉自在。佛菩萨一切作为都是帮助众生求的，都是帮助众生回头。善行、恶行，无一不是教化众生，无一不是圆满功德。这个在大乘法里，如来的密意。这个秘不是秘密，深秘。我们一般人太浅了，看不到啊。无一不是光明遍照。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体会到，才能够觉悟到，才能真正回头？看破，什么叫看破？看破是明了的意思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道理明白了，事实现象明白了，因果明白了。这叫看破啊！放下，放下什么？放下一切妄想分别之处，放下见思烦恼，放下尘沙烦恼，放下无明烦恼。不是叫你放下一切思啊，不能错会了。如果思也放下了，好了，释迦牟尼佛也不讲经，也不说法了，因为他放下了嘛。思做得非常积极，非常认真，从来没有休息过，
现在世间人啊，这个开发中的国家，现在每一个星期休息两天呢、啊。佛菩萨教化众生，从来没休息。放下了，不是放下事业。佛菩萨的事业是度化众生，是叫我们放下了妄想分别执着，放下是非人我，放下贪嗔痴慢。念念为一切众生，念念为虚空法界，不疲不厌啊！啊，普贤菩萨，你看十大愿望，每一愿最后一句无有疲厌，从来没有休息过的。这是佛，这是菩萨。我们要想做佛，要想做菩萨，如果还一个星期还想休息两天，你就菩萨佛就做不成了。为什么？他们不休息。就要懂得真正的意思。后面这两句啊，一切众生贤见佛，种种调伏多方便。清凉大师的注解就后半常为利益，常就是没有休息啊。什么利益呢？灭我生善，破欲为智，这个两句也就把佛教化众生实际的效果完全包括了，帮助众生灭我啊。什么时候凡是自利的就是我，凡是利益众生的就是善。做好事是为自利是我。我们中国古人在道家有这个话说，由心为善，虽善不赏；无心造恶，虽恶不罚。道家讲由心为善呐、啊，在现在这个时代啊，还是要赏他，不赏他就不做善了吧？所以劝善呢、啊，还是要奖励啊。但他有心，由心为善，我们知道，他出不了六道啊。他得什么果报呢？六道里面的福报。人天福报啊，也不错了啊。他成不了佛，做不了菩萨啊，他想人天福报啊。但是无心作恶，看他那个恶的大小啊。所以说无心做的不是没有罪，他最轻啊，他的最轻，有心造恶最重啊。你看畜生、恶鬼、地狱都有轻重
果报的差别。都要受果报啊。为什么他没有真正到有心不心呢？没有真正到这个境界。凡是有念就有心。啊，就有心。到无念，无念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通通无了。那个时候作恶作善都没有果报。法身大师的境界啊，虽然没有果报了，这些人很慈悲，他还示现果报，都是教化众生，示现作恶，受恶报，啊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啊，为我们示现三个月马麦之道，我们的佛。佛是佛慧二足尊呐，智慧佛德都圆满了，哪有拓不到东西吃的？那佛不就没有福报吗？所以释迦牟尼佛还有三个月拓钵没东西吃啊，这个荒年呢，吃什么东西？喂马的奶。这是最不好的、最粗劣的、喂马的。佛吃这东西。孔老夫子是大圣人，佛菩萨再来的，在城三月缺粮啊，也是个爱饿啊。我们明白了，这是这事性。示现的这个业因果报做给我们看，诸佛菩萨上前不眠，我们心就安，我们受一点苦算是免了啊。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要细心体会到有心为善，这个福报很小，啊，由心造恶，那个恶报很重，这是真理呀，啊！明白这个道理了。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教导我们从根本修，根本是什么呢？根本是心啊，有心无心，那个是什么心呢？自私自利的心，就感这样的果报。如果一个人自私自利的心完全没有了，你造善造恶都是利益众生啊，那善恶是手段嘛，那就是菩萨心，那就是如来的之道啊，不是为自己啊。父母教儿女有用善法，也有用恶法了啊，奖励他，
爱护他，善法了，有的时候骂他、打他、恶法了。无论用什么方法，都是成就他的、帮助他的呀，没有丝毫恶意呀。佛菩萨的心更纯啊，一丝毫自己都没有，完全是帮助众生。这才是得真正自在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随缘啊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是要究竟圆满的智慧，是要高度的善巧方便啊！但是方便法门再多，它的根真诚慈悲，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根就是真诚慈悲，所以佛家讲慈悲为本啊，方便为门，方便是无量无边，根是一个真诚的慈悲，决定没有丝毫为自己，还有一念为自己的心，那个是轮回心，那是凡夫心。从根本修，就是从这个地方下手啊！把自私自利要拔除得干干净净。怎么个修法呢？大乘法佛教给我们的好，教给我们念念为众生，不要想到自己，这个时间久了，逐渐逐渐的，自自然然就成功。这个方法好啊！有一段长时间的熏修了，再不想自己。起心动念是众生，起心动念是法界，真的转过来，这是真功夫啊，真受用啊。经教里面讲真学佛，真佛弟子。夏莲居老居士在静语里面教导我们真干啊，一切要干真的，不要干假的，为一切众生就是真的，为自己假的啊，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，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，真的，一切真真实，这个真实遍虚空法界啊，遍一切众生，一切众生先见佛，可见佛法是平等。但是现在一切众生你不见佛，不见佛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自作障碍啊，只要随顺自己的意思，随顺自己的妄想烦恼习气，你就不见佛啊，随顺佛陀的教诲，你就处处见佛，时时见佛，从来没有离开过佛。
种种方种种条幅，这个种种就是指的无量法门啊。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是举例啊，八万四千这个数量并不多啊，是举例的，是归纳了，展开无量无边，没有一法不是觉悟众生，没有一法不是帮众生灭恶生善啊。所以你要掌握到原则，这华严里面讲的一切一切一切皆一，这叫善学慧修啊，掌握的一个原则啊。这个原则就是无我，金刚经很像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佛说了很多遍了啊。我相就是执着啊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是分别啊，离开一切执着就无我，什么都不执着，一切随顺众生。我们从这边下手，从这里学起啊，我要怎样怎样就糟糕了，那就决定三途六道去了，要改，要学诸佛菩萨没有我啊。什么是我呢？尽虚空遍法界是我啊。所以我这次在北京访问啊，看到钦州龙兴寺这些佛像啊，我看到毗卢遮那佛穿的袈裟啊，袈裟上这些彩绘，我一看我觉悟，你们不觉悟，你们过一起看，你们不觉悟。我看那个袈裟是什么，我才恍然大悟啊！出家几十年天天戴袈裟，不知道袈裟什么意思啊！我看了那个彩绘，我才晓得这个袈裟一个一个代表什么，代表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一个表示一个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族类啊。这一个佛法界、菩萨法界、声闻法界、缘觉法界，到下面地狱法界，代表这个。十法界一件衣披在身上，十法界是一个身啊。哦，这叫清净法身。那什么是我？整个法界是我啊。那一天这个他们馆长为我讲解，我看了之后我也讲给他们听啊。那他们很惊讶了，觉得佛法有这样深的意思的，尽虚空遍法界一个我啊。佛法里面有我啊，如是我闻的有我啊，不是没有我啊。但是这个身不是我啊，妄想不是我啊，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我。所以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才能真正放下啊，才把真的我找回来。
真诚的爱心遍整个我，遍整个虚空法界一切众生。我们看到这个相的时候觉悟了啊，所以佛法的造一个相都是教学，都是利益众生。啊，你看了之后都会领悟到。啊，都是帮助我们灭恶增善。啊，就是灭自私自利，把这个念头灭掉了，增善下利益一切众生。啊，利益一切众生。最大的利益，最殊胜的利益，最圆满的利益是什么呢？帮助众生觉悟。然后我们就晓得恶，恶的根源迷呀，善的根是悟啊。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在人间干什么事情啊？教学。教学是灭恶，灭到根啊，生善是生到根，不搞小善小恶，小善小恶枝枝节节的，那个太麻烦了，搞不清楚了，搞根啊，一念悟是善，大善，究竟圆满的善。一念迷呀，是大悟。佛在经上说：“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敌不上为人设四句偈。”这个经文你们念的很多了吧？啊，为一切众生讲经讲多少呢？几分钟的时间解释一句偈，那个功德超过大千世界七宝布施，何况今天这些财富的人跟大千世界七宝还差远了，哎，那他们是小巫见大巫了。他那个财富，那是跟人家比，那是真是九牛之一毛了。你们这些同学们，在香港租借一个讲堂，花这一点钱，找我到这边来给你们讲三乘经，你们就晓得你们所得的这个福报，全香港的财富都比不上你。你这个福报能不能得到？你来生后生决定得到。啊，然后我们想到世间这些有财富人，还不是过去生中请法师讲几句经，讲个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今生的财富，他们要天天做那还得了啊，那不得了啊。但是这些话呢他们听不进去，你们做和尚骗人的啊，你又想骗我的钱是吧，所以这就愚痴嘛，他根本不相信嘛，听不进去嘛。因此老天爷很公平，风水轮流转啊，贫穷的人来生发财做福，富贵的人来生贫穷啊，富贵人享福不修福了嘛，来生就穷了，变贫穷了。贫穷人呢肯听经肯请法师，很辛辛苦苦借一个讲堂啊，他来生就穷。这风水轮流转嘛，就这个转法。我们要明白这些道理啊！啊，所以要珍惜机缘啊，要懂得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只有智慧才能抓住机会，只有智慧对于这布施财用才会用得非常恰当。我们实在不会做，印光大师做出一个榜样给我们看。
啊，我这个是真的看出来了，一生呢学老和尚。啊，老和尚一生所有一切的供养都用作法布施。啊，老和尚没有盖过庙，也没有度过出家众。十方对他的供养，他老人家全部印经布施。不用想，这是真实功德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经书帮助人破迷开悟啊。这是从根上做灭恶生善的工作。从根上做啊。这一次有很多同学问我，青州这批佛像埋在地下1700年，为什么破损这么多？他这个是不是北魏时代魏武灭法？我们中国佛教三次教难，魏武灭法头一次啊。所以这些出家人善心的居士把佛像埋在地底下，怕破坏，怕经书被烧光，所以刻在石头上。房山的石经是从北魏的石头开始的，藏在山洞里，怕经书被毁掉。人家用心多苦啊！啊，在那个时候只有这个方法，除这个方法之外，想不出第二个方法。今天我们继承祖师大德慈悲大爱，我们把它印出来，印出来之后向全世界流通，保存在全世界国家图书馆、大学图书馆，永远不会丧失，永远不会遭难了。这个地方遭难，那里不遭难了。这个是灭恶生善的根啊！做这个功德立业时，遍虚空法界，十方诸佛都赞叹不绝啊！我们有这个认识才肯做，没有这个认识的人，他不会做啊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。